魔法水煲。星期一是最开心的一日，因为我又要翻工。星期一是最开心的一日，为什么不可以每日都是星期一？喂，为什么不动的？我明明拉得好大力噶啦喎！等我帮你手啦，用力！唉，细路，我真系唔知点多谢你好。不如咁啦，你喺度攞你想要嘅嘢啦。哇，多谢你呀、啊！哦，系糖嚟喎、啊，可唔可以要呢粒啊？唔得，呢啲要攞去卖噶。不如你要咗呢个水煲啦。好多谢你呀、啊。我之前一直都好想要个水煲嚟冲茶噶，等我抹干净呢度先。好嘛，我系呢个魔法水煲嘅煲神，呢、這个煲嘅主人可以得到。哦，我知道呢个古仔啊，我得到三个愿望系咪？三个愿望？你喺度讲咩啊，细路？喺呢个电子世代，三个太少啦，你要得到300个愿望。咁真系太神奇啦！我想要个喐得嘅东甩战士手办模型啊！即刻实现你嘅愿望。呢个系限量版嘅红色东甩战士银河特工队模型啊！多谢你啊，波神，真系好多谢你啊！你应该话多谢我300次啊，小威弟弟，我翻入水煲打机啦，有嘢叫我。我而家仲有299个愿望可以实现，我应该许咩愿呢？面粉战神只手甩咗啊！唔使担心，等我帮你啦。真嘅？哦，系啦，波神，你整翻面粉战神只手啊！即刻整翻好。哇！面粉战神只手整翻好啦，多谢你啊！面粉战队出动，可以帮到人真系太好啦！而家仲有298个愿望可以实现。我要令包饼镇所有嘅居民都梦想成真啊！哎呀，我嘅膝头啊，我谂我已经行唔到咯。想喐到哇咁易？太好啦，电动轮椅啊，咁就行得好快咯。好冻啊！如果我有间屋咁就好啦。还令我今日行运喎！系牛油啊，佢真好靓。如果可以见到真正嘅牛油先生就好啦。好易啫，即刻现身。吓，呢度唔系我屋企喎。系牛油先生啊，我嘅愿望真系实现咗啊！可以帮到其他人嘅感觉系最好嘅。我要帮埋包师傅同可可实现佢哋嘅愿望啊！包师傅、可可，早晨啊，两位。做咩叹气嘅？系咪有咩事啊，包师傅？我哋今日已经敷晒啦，但系都唔够还我喺理发大学嘅贷款啊！去夏威夷嘅经济舱机票几钱啊？我而家好需要放假。他们个个都没什么精神，要令他们开心才行啊。布神，我想你想想办法令大家开心啊。钱就是答案。哇，钱啊，我现在就可以还你贷款，太好了。什么话？去夏威夷的机票？我要去探下先啊。为大家带来欢乐就是我的使命啊！没什么开心得过为其他人带来快乐的了，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帮呢？你又整烂了件工具啊？你们好嘛，做紧啲咩啊？锦儿，我个朋友漏了他块包装纸在银行入面，我哋入唔到去，系咪啊？等我帮你哋啦，波神，快啲帮佢哋开门啦！芝麻开门，你系点开噶？再见啊，两位。等住先啊，唔知可唔可以开埋里面个锁呢？好，梗系得啦。头先帮到两位芝士条先生真系好叻。我唔中意公司嘅环境啊，系咪成世都要喺嗰个位做嘢啊？啲间隔真系好逼咯。唔使担心，即管交俾我啦。咩话？
喂，波神，即刻令个员工自由啦！我可以同啲细路一齐啦！举手之劳啫。喂，咩事啊？今日好多功课啊，我都唔知几时先至做得晒啊！唔使担心，同个波讲你嘅愿望就得噶啦。唔通有精灵住喺里面？咁我就希望有外星人由天上跌落嚟，然后令我唔使翻学咯。咩话？呢个愿望唔多好喎。外星人好快到。好。咁彻底啦。哦，好嘢啊！学校上唔到堂啦，可以放学啦。而家点算好啊？快啲逃学啦！你先啦！帮我停低架轮椅啊！而家公司冇咗，我哋冇人工出啦！银行话要收咗我间屋啊！走啦！我个头而家好晕啦！包师傅而家唔使做，冇人帮我哋啦！我间屋啊！点解发生啲咁嘅事噶？你哋根本就唔系我要嘅愿望啊！是好好架机啊，唔好啊！不如试下个掣用唔用到？唔好啊，就咁硬揿掣啦！我做咗啲咩啊？唔好紧张，你而家许翻个啱嘅愿咪得咯。保神啊，但系包饼镇因为我啲愿望搞到粒粒乱啊，我而家好想时光倒流，翻翻去攞到魔法水波之前啊！系咁就时光倒流咯。点解会咁样噶？细路，我真系唔知点多谢你好啊！咁啦，你喺度攞你想要嘅嘢啦，要唔要闪灵灵嘅水波啊？唔使客气啦，我已经有一个，我就嚟翻工迟到啦，多谢你啊，先生。多谢你帮我手啊，细路。好险啊！我争少少又再攞到个水波啦。包师傅，可可，早晨啊，两位。如果我可以还到贷款就好啦。去夏威夷至少要几钱啊？包师傅，你应该庆幸你是读卡尔大学理化学校啊！你每日用的技能都是在那里学回来的。吓？可可，去夏威夷度假不会令你开心的，要开心最重要是活在当下。你说什么话？蠢仔，不要吃太多东西了，你要记住一样东西，吃东西可以令你温饱，但是不会满足你的心灵。我们要好充实地过每一日，我们这么开心和健康就应该感恩啦。开工啦！星期一是最开心的一日，因为我又要翻工。佢啲奶系咪酸咗啊？系咯，小威不嬲都怪怪地，但系今日好似特别唔妥。小威嘅糕点小故事，包点。我系小威，嗨，欢迎收睇糕点小故事。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咁中意食包点呢？有煎嘅、蒸嘅同烚嘅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啲各式各样嘅包点系点嚟嘅咧？中国三国时代嘅传奇人物诸葛亮系初期制作肉包嘅人。诸葛亮系蜀国嘅丞相，侍奉君主刘备，一直都系以聪明嘅才智闻名。有一日，诸葛亮嘅军队由战场翻嚟，但系遇到意想不到嘅危机。大人。遇到麻烦啊！发生咩事？魏国嘅军队而家嚟紧我哋呢边啊！大人，既然系咁，我哋要立即掉头啦！吓、啊！而家风浪咁大，我哋过唔到河噶、啊。大人系咪想过河啊？嗯，河入面住咗一位好犀利嘅神，呢位河神心情唔好嗰阵就会吹起大风浪。如果你愿意奉献祭品给河神的话，风浪就会减退的了。你刚才说什么话？怎可以做这样的事？大人，为什么要犹豫啊？我们只要交出那些在南方捉到的囚犯，那就行了。嗯，就算他们是囚犯，我们都不可以这样做的。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。诸葛亮思考了好耐。如果等风浪减退，国家就可能有危险。但如要献出那班人，我哋就同敌军一样咁残忍，唔通冇其他方法？唔好意思啊，
大人吃一个啊。是什么来的？是个蒸包啊。我们很想多谢大人，因为大人没有将我们做河神的祭品。嗯、多谢，好好味感、啊。诸葛亮望住个包嗰阵，突然间想到个主意、啊。啊，可能有用、啊。大人在这里做什么啊？可能他在这里煮紧早餐啦、啊，快点过来帮手啦。是大人。首先压平个面团，放啲碎肉入去，然后拆成圆形，跟住蒸熟佢，咁就完成啦。睇落真系好似人嘅样貌啊！我哋就请河神食呢种包啦。诚相应命，诚相大人万岁！好啦，河神，请你接受我哋嘅贡品啦。这个时候河神在浓雾之间出现，请你接受我们的贡品平息怒火了。嗯，你的贡品好有趣，我就试一口吧。这些什么来的？是一些装着碎肉的蒸包啊。面粉和碎肉的比例简直是恰到好处啊。你们献给我的贡品我好满意。是这样好了，既然你们对我这么有诚意，我就平定这个风浪给你们过河了。河神消失了之后，周围突然之间变得好好天啊。哇，风浪终于停了啦。我们现在可以过河啦。诚相大人万岁！万岁！多得诸葛亮的智慧，蜀国军队平安回到家，不用奉上祭品，那都是多得诸葛亮将肉包奉献给河神啫。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就好像这个肉包的故事一样，当情况不顺利的时候，应该好像诸葛亮一样用智慧去解决问题。好了，今天的糕点小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啦。When